Gabi đưa về đi mà.我知讲咧，阿妈婆因已经亲啊，啊，不过因为囡仔关系，咱无可能永远拢无联络。我嘛知影讲，咱即马咧分开，但是我嘛无希望因为安尼来影响到囡仔，安尼对囡仔成长总是造成伤害嘛，对不？好啦，这个代志你以后再用行动去证明，我想离开啊。真哩爱困啊！叶少夫，你这是酒醒。嘉玲，张嘉玲，我早知你不可能连我跑的咖啡，所以我伫个其他所有的杯拢动脚手啊。你慢慢困，然后乖乖去见阎罗。阿婆的征婚啊，我袂让你死到伤歹看。安娜，这嘛算是我给你上大的心意，好好孝奶奶外祖，要让翁婿赶出去，即马阁想要自杀伫个前翁的办公室的，想要来变作恶鬼来报仇。你这查某人心肝嘛真正浓毒呢，啊！下去吧，李延昭，你的动作什么都无看，妈。刚才你两个打电话给我，叫我要注意你。我一路带你来办公室，我不是跟你讲假啊。张嘉玲的代志，你就交我跟你两个就好啊。不应该，不应该。张嘉玲也是工地，我若敢有一支针插在我的心脏，这支针若是无摕掉，我人生公路我都继续。你讲弄对，张嘉玲应该死。两个动手的人，袂用是你啊！你已经无气啊！妈，我本来是想要把这布袋变成是张嘉玲家己自杀，想再用精神，我只是甲送一个娘。伊就变成安尼啊！对唔对？上个人唔是你，是我，就甲以前的同款，安尼才会保全你。你紧离开，你紧离开这，你听妈的话。妈，你别插手啦！
怎处理，我拢想好啊。这件代志绝对袂到任何死角查。喂，我这些人拍拼拢是为着你，你绝对袂晓有任何污点。我的苦心拢是为着要让你接大业集团，可是我若是去用掠，我就准在你家我内底看到你变作叶丹书长，我的欢喜甲目屎拢流落啊！你紧走，莫回头，你紧走。妈，你紧走啦！我一世人拢不爱认你，走，你走啦！你是无听的是无？妈，你离开家，你紧走。妈，出去啦！人生在世是真困难的。你在生的时阵，刚刚去往苦毒堆山，日子是毋是过甲足惊吓的？即马，你总算会用平静过日子啊！你妈无法度给你的爱，阿妈会给你。张嘉玲，欠你的，我后世人做伙还。若是坐电梯落去，一定会经过楼卡的柜台，去予保全看到。看起来，敢若会用行楼梯对后面出去。
七外八外，欧巴桑你一个人在这倒粪扫，是好是不好？帮你一个人老孤单。这九八七，你哪会伫咧遮？东东一个大业集团的副董事长，哪会来粪扫堆啊？你是不是有做啥物亏心事，啊要把证据毁掉，所以才会一个人出来倒粪扫？九八七，你真正足爱我的，啊看到我目睭变遐尼金，我是人不是鬼，你放心啦。啊虽然拄只伫咧办公室，我的头去弄着，啊不过我人无要紧啊。今麦差不多。36.5度，标准体温。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是想要问我的人应该伫咧内底着无？九八七，你到即马无了解你家己即个外号意思，你真正足白痴的。拄才伫咧办公室，我差点买给叶少峰电视，所以我才会先改做混斗，才想办法躲过伊的掌握。拄好你就来啊！真正让我找到机会。安尼，这内底，这内底，你是想要问讲这内底底啥对无？这内底底是粪扫。我拄才一直甲你对调调，看你伫咧楼梯间写个迷迷毛毛，我一直唔敢出声，甲你发现。你到底想要从啥？我以为阿妈一定甲恁吞论，恁煞愈做愈超过。为今仔开始，我绝对袂放恁煞。我袂振动啊！哎呦！家里，家里原谅我，以前是我唔对，你叫我出去好无？啊！当初我甲恁结婚时阵，你敢有人要插我？恁家的粪扫就是爱当地粪扫桶。家里，卖啦！你们从啥？你们从啥？哎哦！你们从卖啦！家里，放我出去啦！放我出去啦！家里原谅我。九八七，你得把你的命运交给天公伯啊！看是不是有人经过的话很厉害。没啦没啦，拜托的啦。